东部一直来都是不少人喜欢来观光放松的地方，而在台东最北端的海端乡，这里一天只有三班公车，想要看个医生路途又久又远。肯爱基金会服务的部落孩童需要平等的医疗对待，偏乡救助计划需要您的一点关注。一人一点力，爱就大无限。点进 QR Code， 让我们一起送出暖心祝福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